摇摇。听说南部很流行这首歌，我专程学的。哦，南部哦，你有做功课哟？啊，才来到贵宝地就对啊，安尼啦，有做个功课安尼啦。当然哦，咱的小英哦，在我们的北部，属于我们的日晚的女主唱安尼啦哦。所以唱咱的电脑机啊，感觉较无熟悉。因为咱的小英都是唱咱的老师现场演奏的哦，那一种旋律跟我们的电脑机啊旋律较无同款安尼啦。那个啊，所以就像那个调性比较不好融入它，哦、比较不好融入，嗯，对对对，哦、是拢差不多相像啊相像哟。因为老师常常遇到，看到他就有默契，跟他是机器，我跟他没默契。哦，没默契哦。啊，等下我叫老师哦，那个吉他哦，提出来弹，你很流畅一个安尼哦，就有默契了。哎、老师嘛足厉害嘞，样样精通的嘞哦，那也要。放鸡啊，安尼哦，他还会现场演奏安尼哦。对，这部分我跟你讲哦，唔知今仔小英会来到贵宝地安尼哦，所以演技打无打来安尼哦。对啦，所以你也是较要叫会唱一下电脑鸡啊嘞安尼啦吼。好。啊，对哦，应该，那你小英应该连北部应该都是舞台车也应该都有在秀吧？有在工作对不对？有，陈明生都接得到，平常我接不到哦，因为穿很包肉重哦。所以哦，那你小英应该都大日我都接得到，室内比较多啦。那婚礼乐团我几乎都有哦，对对对，结婚日我都会接得到。北部应该都是室内比较多哈，可以吹冷气的饭店，五星级饭店，那就是进来呀。对对对，室外应该比较少哦，因为北部哦，它的地方会比较矮小，所以可能会要做外场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大家哦，北部人哦，拢较好嫁啦，拢办些迄个室内的啦。其实我喜欢云林的庙会，哦、為什麼云林的庙会非常的多，哦、因为场地都很广，然后很广。客人的掌声都很多哦，真的、哦、对，然后每一场都很热闹，你看拼台哎哦，拼台哎，我跟你讲，小英的艺术就是因北部吼，拢是顶顶贵宾并无人情味啦，咱南部吼较有人情味，你的艺术是安尼啦，热情哦，热、哦、情啦，对啦 对啦，有影啦吼、哦，所以你的艺术是恁的北部目睭拢是咧头壳顶哦。比较不会修旧门，哎、欸，我台湾国语你听得懂吗？我听我一下台语，一下国语，你听得懂嗎？我也可以台湾国语哦，台湾国语哦，我可以哦，我也可以，我一样精通。你只要不要给我英语学都好啊，英语学我未通哦，英语学还懂咯，我只会 yes 或 no 而已哦。英语学还懂咯，来，当然了，我台上来当然哦，来到贵宝地，对，真正入境随俗嘛吼，爱向着咱陪住咱的好朋友哦，来做一下请安。啊、大家好，我是小英，刚刚有自我介绍，我为北部吼，啊，家己开车开三点钟到婚礼，哎，到婚礼嘛，啊，就来走场安尼，好厉害哦！啊、我今麦吼走场走好，我搁等伊台北，啊，我有伫咧电视台咧演八点钟诶，哦，我有演天道，搁有演黄金岁月，啊，搁有演迄个台式的美丽人生。哇，你来头不小诶哦！但是问题是，大家拢唔捌看过我。对啊。我来感觉你足面熟，啊，过来感觉无啥熟悉啊，我拢讲一句嘞，因为我拢讲一句话都无啊，都，哎，谢谢安尼嘿。路人甲就对啊，安尼哦，路人甲就对啊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来感觉有印象嘞吼、哦。有印象哈。哦，咱嘞。爱的容量。沙粒啊，没沙粒嘞。天道、哦啊、哇，好有荣幸嘞，我来请到咱嘞，这应该是讲临时。我们特约演员哦，那个小临时是不讲话的，再上去就是特约演员。哎、欸，但是有看到脸吗？讲一句话小特，讲两句话中特，讲五句话大特。哦，所以有看到面吗？有，我有讲话，我演大特。哦，安尼哦，我讲五句话。哦，你讲五句嘞哦，好简单的呢。我都敢，我都敢炫耀，我有讲五句话。哦，哎、有的翁翁哦，强强夫人才赢过尔哦，不一定有快哦。对。啊，再来小英哦，他还有台词五句话哦。有，我讲五句，不简单啊嘞哦。所以你看我那个小英哦，
也担任我们的北部啦吼，那咧乐团我们的主唱，还有我们的主持。当然吼，那咧小英吼，伊用的时阵吼，摆去客串一个安尼啊电视台安尼吼，啊当然吼，非常的有荣幸安尼邀请我们的小英啊来到咱的现场做现场吼，啊当然嘛非常的感谢咱会场咱的好朋友共同欣赏哦，当然咱会晓跟。用用用时间哩，咱哩成为最准咱的家新年，农历咱哩六月十八哩，会晓甲要恭祝着咱的新疆伦啊，啊恭祝咱的大天永庇护千岁，立为进行圣诞千秋的大好日子，祈求着咱的庇护千岁，以及咱的立为众神，会当年年所有朋友着咱会场咱所有咱的好朋友，拢会当家庭美满，会当笑开开，金银财富会当搬出来，红灯台顶会当过精彩。好运拢会当年年来，人讲三吉亲友差哩咯。嘛今日哩不来上，嘛祈求着咱的庇护千岁，以及咱的立为众神，买当年年所有朋友着咱会场咱所有咱的好朋友，每一工都会当家财家平来，平财会当两平来，会当年年来旺旺来，天天快乐拢会当大发财哦。当然，咱的舞台上会晓跟，也非常的欢喜，也非常的感谢，感谢着有着咱的人伦，以及咱的法轮，咱所有咱的龙虾种地主一道，带动咱一家大小全家好，咱诚实运气，诚神奇。今日的舞台上，也祈求着咱地府千岁，以及咱的地位众神，卖当庇佑着咱的人伦、法轮，咱的龙虾种地主一道，拢会当天天快乐。天天大发财，目睭在咱会场，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哦，每一天拢会当一帆风顺，会当利用机会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会当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会当七七报喜，八方来财，会当九宝连天，会当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会当成事吉祥，万事拢会当皆如意哦。当然嘛，非常的感谢在咱会场，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共享盛举，咱的舞台上，咱的节目嘛非常的精彩。啊！邀请着咱会场，咱所有咱的好朋友豆豆啊欣赏，咱后壁的朋友，咱的甲管辣妹哦。当然，啊，非常的感谢咱会场咱的好朋友。来舞台上，我咱的漂亮的小英，来继续安排你好听的歌曲哦。来安排《爱情韩喜辉》，来谢谢《爱情韩喜辉》，谢谢。非常的开心，能够
与君同乐，参加这么热闹的晚会。人家就无咱十个每一工都当出汗，就讲四面在在外口有百人来，有在你台，叮叮叮，求啥拢有啥。感谢，感谢！咱为着咱所有咱的好朋友，水水的捧阿声哦。